对，这个弄着了。哎，别走，我那个小孩不干第二个事。收拾给我啊，也就用不上了。嗯。因为这个你这么第二个我要拍两个的，所以你之前老着急散开。哇塞，你掉头发这么厉害啊！还好吧，长头发都这样。掉了好多了。嗯。这会儿护着了啊。在北京还是外地啊？在外地啊，在郑州呀。哦。他们是做餐饮的。我这会儿就这么说一说啊，可能录点视频，知道吧？以丹麦传统配方烘焙而成，皇冠丹麦曲奇，皇家般的享受。把头发弄出来呗，这会儿搭到那边去也成，外边搭到那边去，哎，直接甩出去，哎，对对对。我能给你的，我都给你了。好，眨眼睛了吗？对，眨了。我感觉我眨了。我不强求。那我不要闪光灯拍一个吗？各归各路吧。比如资本值超过10亿美元以上的创业公司，全新创业梦想秀，我是独角兽。上百位创业者来到这里，是获得理想融资，还是失望而归？跟你沟通过，是的，一次节目中的博弈，能否改变他们的命运？这个好看吗？剪成一个阶梯一个阶梯的。然后再开始拍个照，然后再开始乱剪。这已经是乱剪了。我那时候看人家阶梯状的头发，就是一层一层的。你们都给我闪开！那个碗边是压，怎么把它压开？有点痒。不是，你这疼不是痒。你吃饭这个香味儿马上就出来了吧？他们为什么敢不放这个？你让它一个半小时啊，蒸出来像两个半小时的黄油一样，特别简单。来，给点小碗给我。一点点点。按这个数学来讲，这个半径，这是半径，它到中心的位置很长，是吧？到中心点就很难熟。但是呢，我给你把这个半径啊，给它缩短。哦，会，放时间没有那个了，就没有那个水分了，养分了，对，就没用了，就很干嘛，特别干，那个、好了，完事了。完事了，换衣服。换衣服，你站着我拍一张啊！你站起来，嗯，我远一点。你这套衣服都没拍全过。嗯，这么整。来个红玉干头。